我开个车，他也是说我，哎，我刚学会驾照，这开个车新手上路很正常嘛。我坐好了，然后他就抓着那样，弄得很恐怖，感觉我开车不安全一样。那因为真的不安全，他没怎么不安全？我也是光明正大考的驾照啊。那我知道，那你开车，我感觉有些安全意识太差了。我跟着导航，我能有差呀？人家都说了往右拐，你非得让我往左拐，我听导航的，听你的呀。导航说右转是吧？他站着左转单行道，我说你赶紧左转，赶紧左转。他站着左转单行道，他去右转，那怎么可能去右转吗？你说的都对，反正我现在也记不清是哪个道了。他因为这个事还跟我吵，我就很纳闷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为什么？哎，我就觉得他这个脾气倔，就是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。我性格倔，我性格怎么了？我觉得说我这样的人设，别人都很喜欢呀。我凭什么要根据你的意见来？人设，啊，你用了个人设，哎呀，一说人设就有点不真实，是吧？不是啊，反正我就喜欢我这种嘛，就大大咧咧的。他不喜欢是吧？他不喜欢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给他买了很多那些可能是我比较喜欢，但是我觉得女生大部分女生也喜欢那种发卡呀、围脖啊，还有小裙子啊，送给她，她来一句啥，人儿丑死了，就这个意思，然后都不穿，一次都没有穿过。我穿这身不好看吗？她非要让我穿个小裙子，那蹦蹦哒哒的，你就在爱我吗？我是爱你，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就是更加的爱你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我给你买那些东西，我感觉你穿上会更符合你的气质。我喜欢什么，我喜欢什么气质，不需要别人来评价。我穿什么，我自己喜欢，我自己开心就行了。我也没有强加于说你非得穿哪件衣服啊。而且他这个妆容，主持人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妆容，你看他今天是个正常妆，因为他不是自己化的。你知道他平时什么妆吗？紫嘴唇。我感觉我是欣赏不来的，紫嘴唇。那是你太 low 了，你懂吗？那你说现在都是欧美妆咋的了？是不是都挺正常的呀？而且跟小姐妹出去，人家都化妆，你不能素颜去吧？那多丢面啊！那你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不化妆呢？我跟你有重大场合啊！算了，咱也没什么重大场合，是吧？我问问啊，女朋友好不好？挺好的啊。如果说你女朋友有一个缺点的话，你选择什么缺点？就是跟异性朋友的一距离，他掌握不好，根本啥意思？我们在一起四五个月的时候去三亚，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旅游嘛，然后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有两个手机，这个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。两个手机不正常吗？你听我说呀，两个手机不止，一个手机各一个微信号，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微信号，在一起四五个月，我不知道。我两个号怎么了？我是跟别的男生聊的暧昧了吗？哎，这个哥备注叉叉叉哥，哎。老妹儿，出来一起喝酒吗？那周六有空吗？哎，说到喝酒，我就更来气了。那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小酒馆，到那里我们正在唠嗑，突然一个就驻唱在那唱歌，他直接站起来，指着那个人说：“看，那是我前男友，你看他唱歌好不好听，看他长得飒不飒。”人家本来就帅，没办法。我在那，我是你男朋友。我知道啊，那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圈的嘛，然后我们那个圈的人又刚好认识我前男友，那个酒吧又是刚开的，那谁知道碰见了嘛？那碰见了，那人家到时候我上个厕所跟人家嘀咕嘀咕，你看他前男友在这，他还带你领到这儿，我还不如大大方方跟你说出去。不是，我当时跟你说我可以了解你的生活，我可以就是说根据你的喜好去做一些改变，对吧？那我八辈子倒霉，我碰上了，我能咋说呀？你就这样说，你看我前男友真帅，哎，我现在的男朋友比他还帅。人家都是一个圈子的，都是一个圈子，是不是？我在你面前诋毁人家，那你说这合理吗？那你就可以不顾你的朋友，不顾你朋友的眼光来诋毁我吗？我没有诋毁，当时就是害怕人家说不好听的话，让你误会了，我就直接赶紧说了。好，你说都。